OK，礼包继续给他讲下去呀、啊。这个呢，其实我现在多选一是什么？这礼包名字可以好听一点吗？啊，这个啦，这个啦，这个也不错，或者是这个，这两个都可以。生的吗？想要干嘛？我靠！一查价袂记得安怎算的，1230。哦，所以好好哦，我们可以有两个定力呢，大大。20个营地在这边生活，也就是你要去扩充你的这个人数哦，这样。人家如来如何送啊？我的嘴炮哎、欸，尤其是各位观众，我一直很想念一个游戏，我就直接跟你们讲了，就是爆满吧大亨，你们不会觉得很怀念吗？好，这边还有第二个位置，其实我有点不想弄啦，因为等于说他这个时间到就要重玩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这边的定力要怎么算？哦，这边定力不用算时间，是不是？那也不错啊，那就是多一个城市而已啊，而且它几小时就结束了，那到底升这个要干嘛？